子哦。是这个汉堡要稍微的挡一下对方，因为二三倒地、哦、这边是不是要救？可是 HQ 看起来 Panda 跟 Div 要一起做前压，配合上 AA 这边近距离三打一，汉堡倒地，二三也没救起，剩下了鱼鱼这一边压枪打掉了 Panda 局部的二压一，再打一只后面一米一，直接把 HQ 三名成员直接打光。这次再来看一次。对，这边应该是比较困难了、哦。这边已经位置已经漏的情况下，就被这边拉开车力枪线，两人做补枪。哇，直接没有办法呀，双手难敌四拳。看起来这边换了一把枪，直接配合上的是 U Level Up 的枪线做 Jupiter 这个枪线压制。HC 成功的放倒了 Q 毛，不过 HC 这边也倒了，不过他能够做的事情也已经足够了。正面碰撞 U Level Up 的位置。从最好变得最差，对，而且这边一直会受到 UNG 这边手雷的轰炸哦，这边只有一个围墙可以躲的情况下，实在过得不太好、哦，完全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只有一个围墙，这边辉也直接开车赶到下车，哇哦，听到了这个围墙，这一个非常关键的侵略角度战斗，辉这边以一号位的位置牺牲了自己，换到了 Unicorn Gaming 的大获全胜，恭喜吃鸡的队伍 UNG， 到圈外去，可见他们对分数想要拿更多、哦，对他们很渴望分数哦，哇 ，GG 这一。边呢也是难逃对方的枪线，对，大逃。可能我们这边抓到一个角度，来到了侧翼部分，看起来是没什么太大的机会了。对，这边反而最大赢家 U Level Up 直接从圈内吃到圈外。来看一下这一边 Ray 近距离的乌兹表现。我发现选手在做一些近距离交战都有可能会切第一人称哦。没错，毕竟瞄准来讲会比较好瞄一点哦，反应也会比较快。是的，表现也会不一样的。这边 STR 是直接被 MS 做撞点了。哇 ，MS 这一波的撞点非常的致命哦。凯鲁这一边的这一个，哇，贝洛压枪很可惜，还是没有办法压到对方第二名补枪的小。这边看起来是要被 AG 给攻坚了，近距离乌兹直接抓到第一名成员到倒地了。面对到对方的 AT 马上被编掉。哇，那这边 AG 战队倒下了一名成员，很可惜，而且在原点的位置就遭受到了对方原点枪。Mark 直接倒的情况下，直接大军压进，把 Rose 两名成员直接收掉。Rose 单打还是收掉了 Coco。对，这等于来说 ，KO 救到了 UNG 哦，没错，完全救到了 UNG。刚刚看到人了，哇，先打一个小七，小安我趴着，他刚刚应该有看到，再度踏上这个石头的情况下，第三人称偷窥。对，哇，这边先看到远处直接一枪击，哇，这边太贪了，直接压两个，第三名淘汰的 Monster 面对到 KO， 直指 UNG KO， 剩下最后一名成员的情况下，对方四名成员直接压了过来，剩下小孩直接难逃一死，恭喜吃鸡的队伍 UNG。靠这一波来 ，Jason 敢不敢上？对，第三人称优势，两边都互相卡视角，对方已经被打到半血的情况下，这边直接上去被一发，哇，剩一点点血，第二发也没有，哇，这反而是直接被反杀了，怎么不直接拿这个蝎式手枪呢？对，因为它才可进的一个位置，嗯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那 GD 这边呢，遭受到的是对方 AG 掉的原点压枪压制，直接趴着压死了。他还有很多机会，大家再来一次，哇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是的 ，Mark 以及这个成员剩下 Rose 了 ，Rose 这边先放到一只 AC。有一个领先可以用半血不到情况下打第二次有机会吗？直接面对辉打赢了 ，Coco 进入到一个 open 位 ，Rose 这边还有机会再 pick， 有机会。非常的有机会 ，Coco 刚刚要么直接开车下去，要怎么停在这个角度？太尴尬了，这一颗手雷看起来炸不掉。哇 ，Rose 再打一个 Coco， 有机会打红，来到的是局部的一 v 一，有机会 ，Rose 慢慢来，你还有一个树可以当做补血，红这边反而是最为着急的。那两边谁有手雷，谁能够拿下这一击？对，而且这边 Rose 也有意识到，直接迅速做换位置的动作。哇，这边红有抓对方换位的位置，后续的部分持续的一 v 一。OK， 红这边再度丢头，植物波看起来丢的是火，那就是没有手雷了。Rose 这边直接打车，车子爆掉，红这边并没有被炸掉，而且 Rose 这边直接趴下来就 Mark。红这边如果要推 ，Rose 就直接 pick 哦，后续部分 EV 还是让红给掌握下来了。哇，他们是选择趴在窗户。但是被对方 jump shot 直接收掉了一只，我不太确定为什么树德龙是这样子的一个布阵哦，再度被三名成员给淹掉 ，Curry 这边也倒了，来看一下励志眼睛好不好，然后，眼睛不好，看起来眼睛是不太好，哇，直接被压枪，要压两只，这边要压就是要压两只，不然就要死了，完蛋。完蛋哦，有成功，哦、还好有成功反杀，而且励志的成员是在对接，没有办法救的哦。是的，励志这一个分线，哎，哇，还是被打掉了，很可惜。他们，哦，这边选择先想要除掉 Coco， 不过这边红一几只力先丢雷排点，成功击杀了瑞，
那后面的样有机会吗？样这边就是要把握这一波的一打一了。这波一打一，红再度跳射 drop， 看点内。哇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集结做一波边线的清理呢？哇 ，AG 这边听到枪声，直接往 UNG 这边吃过来了。还好侧翼 HC 有做一个补枪 ，GH 被放倒的状态不是那么的好，看起来来不及补血。Coco 这边的血量也很危急的情况下，还是被 AG 给歼灭掉了。Unicorn Gaming 连四级的梦想梦碎夏天。然后呢，现在来讲呢，你由于刚才铺位了，又没有打出一定程度的优势，现在要被 Monster 吃了，所以等一下会是 Monster 面对 AG 的战斗。漂亮，这颗手雷直接一波带走，来不及握手。去配合上的是小陈的高抛雷，这颗雷舍命一丢，有机会炸掉。哇，有炸，有炸，小心补枪，这边小心前沿面的手术还是打出了手术技，非常的可惜。OK， 局部的二 v 一，军 H 大跑，直接绕了一个大优异。小玩偶面对到对方的军 H 单打吃电，难逃一死，要恭喜了，恭喜吃鸡的队伍。A 剧，这边推进的速度也非常的快。OK， 配合上的是在开载剧的汉堡。哇，汉堡，没有办法从另外一边下车，这边是比较可惜。不过他已经吸引到两只的枪线，成功的收掉了，被放倒了。可是隐忧就是 ，Unicorn Gaming 如果赢的话，或者是 Monster 赢的话，就打他们这个点位。哇，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Rose 直接杀两个，可惜没找到走射大炮 Reload， 好可惜，子弹不够的情况下没办法打四只啊，难度非常的高。对，左右摇摆之后还是被收掉了。这边 HQ 鱼也倒了 ，Dev 也倒了，剩下的是 AA 红点 M4 压枪顺利的带倒了 UNG 这名成员之后呢，剩下你有没有炸到？他感觉会炸一个斜坡位置，而且这边人员都被救起来，果然还是被收掉了。而且侧翼有 UNG 的枪线，满天然的屏障，这边直接炸的是 Bobby， 成功击杀掉。哇，第三颗出手果真如愿的击杀掉了 Bobby。来到的是局部的二 v 四，速冻如果决定要攻坚的话，节奏可能要稍微拉得更快一点了。对，这边又有一个反的情况，红这边很大胆，直接穿烟想要击杀掉的是紫薇。哇，红这边直指紫薇，很可惜，还是被紫薇给反杀爆头了。HC 这边出去补枪，顺利补掉对方剩下自己本身上一点血的情况下蹲着打补包，一个四打四会战的，打稳一点不是什么坏事。这边用手雷击杀掉了 Bobby， 凯瑞这边也被击杀掉，来到的是四 v 二的团战。其实 Ulevav 的手雷用的算是有成。没错，用的算是有层次。这一个手雷直接终结掉了对方速德龙，恭喜吃鸡的队伍 ，Ulevav 终于吃到了包甲了，而且 Lobby 还推到了后方。不过前面局部一打一，汉堡是有把握得到，顺利的把 K 掉。我感觉这边好像汉堡一打三的。呦，你这个烧到对方再度拉了一个右侧的枪线，汉堡继续一打二了，又成功的放倒对方了。对方第三只要补上了吗？哇，这边成功边跳 reload， 好可惜。对，我其实觉得 K4 给他机会一打灰的原点枪械，对，红这边也是直接打爆了 STO 自的车哦，这边 GED 的 Mini 直接还是被 Mini 还是被直接被爆车了，是 Mini Level Up 的位置打了 ，Level Up 这边两名成员直接趴在这个角度吃到了一个手 Suki 的手雷，哇，没有想到是 AG 在侧翼直接放了一个冷箭，直接成功的把 Tenta 给收掉了，对 ，HQ 他们做这边要面对到是 S。哇哦，动态这一边支持 MS 后局部的 AK1v1 是谁呢？ Wow, 哇 ，1v2， 很可惜最后是直接被红红给收头了，成为最大赢家。辛苦了，对，这边实在不太可能哦。但是如果是手术 K， 我就直接电死了，毕竟前面的是 UNG 嘛，对，你不能在他你不能让对方拿分，你拿第二名是最好的，因为要适时的判断。虽然选手有自信很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这个地形真的太烈了，还是被炸死的。恭喜今天最后一场吃鸡的队伍是 UNG， 哇。